士林乡代会席罗彦玲有鉴于民意代表均扮演民意以及将民意转变为公共政策的角色，为此在代表会结束后，增设代表办公室内设电脑桌椅。可相代全体讨论建言构思，促进相代组织水平，从而改善提高秀林乡公所公共政策以及施政质量，获得全体相代同意。在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刘云的构思之下，并且在四月间增设了法律土地咨询中心，让秀林乡代会成为为民服务与意见征询以及相继提问的最佳地点。而这次也增设了代表们的办公室，并且有电脑桌椅让代表们讨论建言构思，而从完善的提高秀林乡公所公共政策施政品质。为了让代表有很好的环境，还有一些设备能够提升代表的服务，所以我为了这些代表，他帮他们申请了一些电脑，还有一些办公桌，能够让代表有良好的环境，能够为选民做最大的服务，也让代表能够提升自身的一些学习，能够接受网络的一些资讯，提升服务，在网络的世界，我们这些代表也都很充实自己，希望大家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有更好的服务，更好的品质。对增设代表们办公室获得全体代表们肯定，比较方便我们在提案上面比较就近作业，还有在一些选服上，我们可以马上大家讨论，然后把一些之前做不到的，现在比较方便把它做出来，然后方便在我们开会方面。是因为不会打电脑，所以这一段时间大概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就不断的去学习，因为我身为一个代表，他必须要会打电脑，方便我们的业务还有提案，能够更详细的呈上去，呈到上面去来解决问题。真的很高兴代表会，把这个那么好的环境，有电脑，还有一些设备，不管我们在选民服务上也好，或是一些文字叙述文件的制作也好，都有很大的注意。首先感谢我们代表会提供我们这么好的场所了，让我在这个提案这个部分在这个提案这个打字这个方面有更方便，然后直接利用这个电脑的帮您传到这个秘书那边的确很方便。主席给我们那个良好的环境，让我们有充足的富裕的可以让我们的提的案件在个场所里面不用再回到家里再打，这边就有可以一个很好的服务。罗莹表示，乡代会每项建言提问政策以及施政的运行，也有乡公所合作下彼此协调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以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协调有序的发展。而代表办公室设立也补强了各方资讯，让乡代能够集思广益，也将造就秀林乡各项市政完美以及完善。记者蒋永全报道。